感谢新闻HD，大家好，我是阿克，今天我们再来玩史莱姆牧场啊。这个刚刚我才发现了一个好玩的，就是这个吓人史莱姆啊，居然你撞它，它还可以动的，像个不倒翁似的，是不是？然后用水打它，它还可以晃来晃去的。我才发现这个情况啊，哇，这还蛮有趣的。我天，以前都没有碰过它，是不是？所以都没有发现这个情况。咚咚咚咚，拿它出出气还是不错的啊。好，那我们上一期的节目当中，我们看了结局动画，整个这个史莱姆牧场这款游戏的结局已经出现了。然后结局出现并不代表着这个完结啊，然后又出现了一封新的邮件，就是哈伯森的邮件，他说他有三处大宝藏隐藏在这个里面啊。我通过大家的这个留言评论，我已经看到了啊，有两个是在这个岛上是吧，一个是一个是这个岛上应该有一个，然后这个岛上应该有一个，然后在苔藓之地还有一个。苔藓之地那个据说是在我们的回家传送门再往前的地方是吧，所以我们今天先去苔藓之地吧啊，先把那个找到再说。岛上呢我觉得更容易找一点，因为它毕竟就是这么大了是吧，我觉得更容易找一点。好，那我们先去找苔藓之地的先收东西吧，是不是？呀，等一下，这地上有个史莱姆的头像，这以前有吗？还是最近这个刚刚上一期看了结局动画之后才有的？哇，好亮啊，突然变得，什么情况？发生了什么？灯亮了吗？我这有灯了吗？刚才还不亮呢是吧，突然变亮了。哇，有很多神秘事件。我们还是照例先去睡一觉吧是吧，正好到晚上了，我们得养成这个按时睡觉的好习惯。好，我们先来睡觉，睡到天亮。还有没有邮件呢？好像是没有了啊。好的，我们养成按时睡觉的好习惯，然后去收东西，先从这头开始收。还是先把他们喂饱之后我们再出发，这样比较放心一点。好，先来收了这些。我只吸了14个啊，还有一个15个才是对的啊。欧防风16个，哦，多一个。好的，先把欧防风喂给他们。好，我喂在这里面吧啊，你们慢慢吃。好，全部喂上，然后这边开始收。哇，这还有没掉的？好，20个够收一波这个柠檬了。柠檬我来啦。好的，20个刚刚好。OK， 然后这边呢，哇，又有人上来吃东西。你们又上来吃这个怪洋葱了，是不是？还有胡萝卜。在下面老老实实吃吉鼻就行了，非得上来吃。都下去。到下面去。下去吧，好的，都下去。我看多少了，哇，这会儿旋风非常多呀，能不能给我吹起来？这旋风要是能给我吹起来就好玩了。这边还有胡萝卜，一起收了。啊，岩石结晶怎么出来的？哇，等一下，我有岩石胖胖史莱姆出来了吗？啊，不是岩石胖胖了，岩石史莱姆出来了吗？对，这次去那个哈伯森那个地方，据说要带非常非常多的这个吃的。因为会有那个黄金史莱姆。好，正好100个，然后这边也填上，这还差2个。好，我还得填满这个谷仓呢。好，我说要拿母鸡填的是吧，我得收点母鸡啊，母鸡。好，又收了12只，我们积少成多啊。来，母鸡来填一个位。方梅还没掉完呢。好，刚好20个。然后这边的甜心菜，然后这边的奥卡鼠，哇，奥卡鼠还没出来呢，奥卡鼠来了，各位，饱餐一顿吧。甜心菜来吧，甜心菜也喂上，然后方梅也喂上，20个。好，这下我们可以去了，去苔藓之地，直接传送门，走着。哦，不对，我得先收一波那个结晶啊，这结晶我得先卖一波，都已经满了，来开始收。好了。99个，这边好，又是99个，好准呐、啊！哇，我看我这个能不能停在99个啊？当我一松开右键的那一时刻，是不是99个？我停啊！100个，多了一个。好，这次挑战100个啊！这次挑战一次100个，我停！哇，刚好100个，耶，成功了！我还是比较准的啊！我们看啊，哇，量子结晶只剩33块钱了。猎手结晶39块钱，哇，都好便宜啊！辐射28，水晶35，完了，现在是非常不划算的时候。火焰结晶现在高哎，我们赶紧收火焰去。好
嗨，你们好，还有吃的吗？还有吃的吗？啊，等等等等等，他们少了，他们数量少了，所以他们现在吃的慢了，没有以前消耗的那么快啊。啊，只有两只了吗？怎么越来越少了？上次不是还三只的吗？哦，在这儿，在这儿，哇，蹦到这么远呢？你是怎么蹦到这儿来的？我下次我去琉璃沙漠再抓点吧啊，这火焰史莱姆太少了，这个效率太低。然后这边呢，我来拿点啊，琉璃这边吸走吧。好，然后把这些先去卖掉啊。哎，又有了，先吸上。来，最贵的64。OK， 然后再来收这边的。哇，不知不觉天又黑了，我们这次又干了一整个白天的活，结晶又在外面。哇，这还有，为什么这个围栏的结晶总是出来呢？你们这发生了什么？我看看他们是不是围墙什么的没了。遮阳网，哦，音乐盒没买过，那买个音乐盒。好，赶紧吸。好，然后最后那边还有两个围栏啊，啊，还有一个围栏。好了，99个，很准。然后我们再去收了这边的那个玄武和琉璃。哇，这又好了，哇，柠檬要好了，得先拿柠檬。这个东西很容易就消失了。走，替换。好，多了的就让他们吃了吧。啊，琉璃结晶又上来了。哇，又有出来的。哇，这里的结晶怎么了？怎么总是出来呢？他们现在啊，原来有一个出来的，我才发现，怪不得外面一直有结晶啊。我刚才他在哪的？我为什么一直没发现他？哇，好恐怖，这还吹不回去。好好，我暂时先不管你啊，先把这个喂上。好，把这两个打回去。好，把这两个卖掉。好，去收了那个玄武琉璃，赶紧得出发了。哇，又工作到深夜了，22点了已经。我们总是不知不觉就工作的很晚啊，这怎么能行呢？我们还要出门呢。收啊。好，差不多了，一共收了45、50个啊，差不多。哎，这上面还有琉璃晶啊，正好在啊啊啊！哇，好险！哇哇哇！这要是弹到那个围栏里面去，不是废了？哇，好险呢！价格变动了，琉璃涨了一点，玄武也涨了一点，嗯，还不错。然后火焰降下来了，哇，火焰一下子从60多降到了36，哇，这个价格变动也太大了，不是一点一点变的啊！好了，我们赶紧睡一觉之后出门了，不能再耽搁时间了。不能再耽搁任何时间了，睡到天亮，返回。好，我们去拿上点波格果啊，20个，然后我觉得不太够，再拿一点。好，40多个够了。我们去苔藓之地去找大宝藏去。哎呀哎呀哎呀，这好像又没东西了，哇，这个没了。来来来，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啊，给他们喂上点。哇，这下我一下又变24了，我觉得又不太够了。好吧，22就22吧。哇，好多柠檬，没时间了，我要赶紧去找宝藏了。宝藏应该是往这边走啊。我好久没来这儿了啊，除了收蜂房基本上不来了，应该是从这儿过去的。好，这次回家传送门据说是往再往前还有路吗？再往前没有路了，难道在那边？不对，那边是这个什么了，远古遗迹的里面了。那我们应该往左手侧走，往这个方向走。我看看啊，嗯，这个方向有一大片，我们应该往这边走。我怎么想办法到那个上面去啊？我先到这个高度来，然后再飞到那个高度来试试啊。走，这个高度能不能飞得上去？哎呀，这个高度上不去呀！哇，这上面肯定是有路的，但是我得先想办法上去。哇，哪有个路让我上去啊？我这个地方好高哦，我可以先到那儿去。嗯，我先到那儿去，然后再到对面，可以。来，走，先到这个高度来。我这个高度让不让踩啊？我这是会滑下来的那种。哦，可以啊。哦，可以，我站住了。好，我等挤满了能量，我再继续。
我现在勉强站在这个地方，我积满能量了，继续。好的，我上来了。就差一点点。就差一点点。怎么回事啊？我以为我已经上去了呢。那边是什么方向？好大一棵树。那棵大树我去过吗？那边有一个参天大树，我看这是什么方向啊？这个树我好像真没去过哎。哇，好壮观啊！我早晚要到那儿去看看啊。现在我们要再挑战一次了，积满能量。好，我要到对面去。这次总可以了吧？哎呀，我这个地方真的上不来。哇，好奇怪啊，这个地方上不去哎。哇，这里有一个屏障的感觉，那我们换一条路吧。我们换一条路走。这个地方呢，然后从这儿再到这边来。哎，这样好像可以哎。上到这个上面去可以。走。这样总可以了吧。上来了。好的，我可以从这上面走了。哇，终于上来了。然后那边好像没有地方可以去啊。我终于上到这儿来了。我这样看那棵大树看得更清楚了。哇，这个大树是什么位置的大树啊？这么高。我直接飞过去肯定是死路一条。好，我下次再想办法过去那棵大树呢。这次我们要往那个方向走。哈伯森的大宝藏。哦，这有路耶。这个地方我没来过吗？他的宝藏，这有个宝藏匣。我先不去拿吧，宝藏匣还要占用我的空间。这边好像是没，那应该是远古遗迹里面的东西了。果然。好，那我要往这个方向去了。大宝藏是长什么样的？这有个什么奇怪的花。哇，发光的花，我以前没怎么见过。大宝藏，是这个吗？是这个，像一个房子似的，像一个电话亭似的。它上面有什么吗？好像没有啊。就是这个玩意儿。有个 H 代表是哈伯森的意思啊。这条路通到哪？我看看啊。这条路可以通到，这条路，也就是有其他的路可以通到这儿来啊。好吧，我们只是走了一条不太好走的路。好，我们进去吧。准备好我的，还要开门呢，是吧？哇，我看现在在哪了啊？地图。现在我们已经在这个地图之外了，所以是点了一个问号，意思是找不到我们了啊。哇，这里面有好多黄金史莱姆吗？我一开门就要准备好发射了。开门，我准备好发射了。黄金史莱姆来吧，我准备好发射了。你们在哪儿？在这儿。好，发射。好的，帽子戏法。哇，好多呀。哇，我的果子带少了。 Oh no， 我果子带少了，有好多呀。 Oh no， 我的果子带少了，快点吸起来继续打。我需要带更多的果子来。原来我还有吗？我一瞬间就没有了。好，下一个宝藏。还有，他们还在吃。我打在地上的果子他们也吃了。很好。我天，我想到会有很多，但是我没想到有这么的多。我天，还好算是捡了不少了啊。还有吗？还有哪有隐藏的吗？来，还有没有？都已经跑了。我这有好多黑色的宝藏匣。已经没有了。已经没有了，激动人心的时刻已经过去了吗？还是说还有其他东西？肯定还有其他东西啊，宝藏不可能只有这个呀，是不是？然后这是一个回家传送门，是吧？看这个标志是回家传送门。那么我们需要开这些宝藏？除了开这些宝藏没有其他的了？那我现在科技还不到啊，还开不了这些宝藏。然后这有个大门吗？这不是个大门，我到这上面去看看啊。我们飞到这上面去看一下。
走，我飞。哦，他的宝藏就是有好多好多的宝藏匣，但是我现在科技还不到，我没办法打开。等到我科技到了之后，我就可以过来狂采这些宝藏了。哇，很期待啊！哎，我现在可以进阶了吗？我得回去研究一下那个地方。嗯，我现在这个七 C 俱乐部也升了不少了。好，我需要回去研究一下了。这下面是什么？难道还有地下一层吗？地下好像是没有了，好像是没有了。这个果树呢？哇，这还有几个，幸好我上来看了一眼。然后呢，别的地方就没有了。这个是回到那个茂林，嗯，从那边可以直接回家。好，我们直接回家吧。这样的话，直接回家研究一下这个开宝藏匣的东西。来吧，24个黄金结晶，耶！哇，直接回到这儿了，正好卖黄金结晶。现在是353，24个，卖掉。哇，这钱数涨得就快了，55000了。我们这个到底还能不能升级呢？哎呀，这地方不能升级了。黄金神枪手兽丸，专精于黄金史莱姆的弱点，他们的秘密肚脐眼儿的吸取器升级配件，能在击中时产生3倍量的黄金结晶。啊，我这次有产生3倍量吗？我没有注意观察。回头我编辑视频的时候，我看一下有没有产生3倍量的啊。哇，看起来不错呀。哦，但是可能只能打中他的眼睛才能出现吗？好，这个已经售完了。破解器2型，我现在需要宝藏破解器3型才可以开黑色的。哇哇哇哇哇，那么说的话还是得七 Z 俱乐部咯。我来看看啊，七 Z 俱乐部你们要多少钱？12万，12万也还没有3星呢。哇，好贵呀、啊！我们需要攒好多的钱，还需要更加辛勤的劳动啊。好吧好吧，哦，我忘了去抓那个火焰史莱姆了。好，我先去抓点火焰史莱姆回来，这个先吸上，然后这个先吸上，然后去抓火焰史莱姆回来。现在哇，不是火山爆发期间啊，所以可能我这趟白来了。其实我还可以弄点这个琉璃史莱姆和那个玄武史莱姆回去，是吧？再弄点回去也行，那个地方吉离那个地方好像还是吃不干净，所以我再弄一点回去吧。要吃就让他们吃干净。利用这个时间，我们来找一下镀金浆，看看运气有没有这么的帅。这些角落里我们都看一下，这个角落里是一个点呢。哎呀，没有。这个上面有可能有的是吧？我要上去看一下。这上面我好久都没上去了，走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上面有没有呢？不是，还要再高一点的地方。好，让我到这个树上去吧。好的，上来了。这边这一层应该是有一个点的，不是这儿，不是这儿，可能是我记错了。再往上，嗯，这儿也没有。然后我再去到这边，这边据说也有可能，这里面好像没有是吧？然后这边有一个点吗？哦，这个地方是一个点，但是并没有啊，很可惜啊。那边没有了，然后我们去对面啊。这个地方是有一个点滴，没有。赶紧来火山爆发呀！我现在需要一次火山爆发，我要抓火焰史莱姆啊。然后我们去看这个小鸡窝这儿有没有啊？有没有？没有，没有出现。哦，有个宝藏匣啊，不是一个箱子，得了什么？哦，没什么值钱的东西。哇，那里面是火山爆发了吗？里面怎么那么红啊？哇，这个火把这么红呢？哇哦，我还以为这火山爆发了呢。走，我们到这边来看看。然后那个小岛上有，我们去看看。我要到小岛上去了。哦，宝藏匣，宝藏匣我都打不开的，怎么还不火山爆发呀？难道我来之前他们刚刚爆发过一次？好，没有来到这片绿洲了。其实我们可以通过那个传送门回去，但是我想要抓火焰史莱姆啊，怎么还不出现火焰史莱姆呢？
也没有哦，对，好像说那个琉璃胖胖史莱姆那个下面有的是吧？对，我应该去那个洞里面。哎，在哪那个洞？在这边是吧？我应该去那个洞里面，然后他那个宝藏匣那个位置有一个。好，我去看看啊，然后跳一下就行了。哦，跳，对，就是这个地方的宝藏匣那个位置应该会有。我下去看看啊，我下来看看这个位置啊，没有啊。嗯，这次没出现，关键我还没见过，我还不知道它长什么样呢。好，我要回去了。怎么还不火山爆发？我现在需要一次火山爆发，拜托了，拜托各位了。好，这下面有没有？哦，对，这下面是一个点的，我记得啊。那里面，但是那里面我下去的话上来好麻烦的，我先不下去了。啊，找到了，这就是吧？哇，我找到镀金浆了！我真的是我太激动了，居然在这个位置被我找到了，运气太棒了！哇，我只是随便转转，居然找到了，人品爆棚了。我找到镀金浆了，太棒了。哦，它真的一点金色的都没有露出来啊，完全没有露出金色的嘞。哇，还好我觉得这一株植物比较特殊啊。哇，找到镀金浆了。好了，那这下我们暂时火焰史莱姆也不抓了，赶紧回去吧，赶紧回去先把它存起来。哎，我要上去。哇，太棒了，火焰史莱姆都不需要抓了。耶，太棒了。哇，我们回来啦！我赶紧去把镀金浆给存起来，但是我仓库没有地方了，是不是啊？哦，那我应该做一个陷阱，我应该做一个那个胖胖史莱姆陷阱，用镀金浆抓一个这个黄金胖胖史莱姆啊！对，就这么办啊！太棒了，今天运气非常的棒，不仅找到了一个哈伯森的大宝藏，得了好多黄金的这个结晶，而且还找到了镀金浆，这是最幸运的一件事啊！其实我们是去抓火焰史莱姆的呀，运气太棒了。好，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，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节目，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次再见了，拜拜。